OK，好，我们开始今天的讲解哈。这个昨天有同学问到说，怎么才能做到一个月50%？大家知道我那个，我们昨天给大家去看了这个我的一个自己交易的实盘账户啊。我们看到这个，我们是在直盘货币当中是做空欧元啊，一个月是这个最大的增幅是50%啊。目前来看的话，这个。账户增长的一个资金增长的幅度是非常大。那么，怎么去做到一个月50%？当然，我们讲过，就是技术是一方面，对吧？技术是一方面，但是技术还要配合行情，就是市场没波动，你再有技术也没有用。那市场在产生波动的情况下，你在那个地方有单，它就可以有利润出来，加上足够的量啊，量不够那也不行。所以说，这个一个月做50%，甚至一个月做100%，或者一个月做200%，翻3倍、翻2倍，这个情况啊，还需要一定的行情配合。并不是所有的行情，每天的行情都会出现类似的机会。当然，这个离不开你前期的一些工作啊，对不对？对基本面的一些研究啊，是吧？对进场的一个把握啊，对吧？对心态的一个控制啊，等等，它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结果啊，综合性的因素导致的一个结果，它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所以说在交易当中，我们需要去学习，啊，不光是学习系统，还要去修炼自己的心态，是吧？还要去研究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东西，啊，这个是我们在交易当中，它能帮助你去实现财富增值，甚至是财务自由的一个非常好的窗口啊，一个窗口。OK，今天进入到这个今天晚上的一个美盘的讲解啊，我们来看一下，跟大家测试一下声音能不能听到，Hello，Hello。同学们可以听到吗？嘿嘿，可以听到吗？我们看一下啊，咱们的这个，OK，好的，Good job 啊，我们开始今天的一个主题啊。今天我的话，我会去跟大家因为晚上，的话，这个盘面的波动，我们看到明显的比白天要大一些啊，特别是这个波幅，所以说呢，我们没有太多可以去，没有太多说可以去等的时候啊，比方说有机会来了，可能就限价进，像我们昨天进到的，这前天啊，前天进到的这个周五看到的英镑是吧？英镑的 XABCD 蝴蝶形态，那么目前来看，盈亏比已经到了1:3，OK，盈亏比到了1:3。还有一个，昨天我们所进到的限价进到的这个瑞朗啊，瑞朗是这个单做的有一点这个历程有一点艰辛啊。为什么？因为昨天我们进场，瑞朗是支持住，一下子冲高到98.231啊，我们停损就放在98.240啊，差一点点啊，这个单就止损出去了。但是最终我们看到瑞朗是直接走到快止盈的位置。噔噔噔，又反弹上去啊！这种单是最烦人的啊！我是在做短线交易当中是最不喜欢碰到类似的情况，就是你要么把打止损吧，对吧？我就没有期待了；你要么就给我打止盈，对不对？像这种要死不活，又没有少损的，又没有打到你这个止盈的地方，这种单呢是是做的最纠结的一种啊！所以说我不太愿意碰到这种情况。但是问题在于，这个单我们要怎么处理啊？就对订单的处理能力是很重要的。不管是长线、短线、加仓、减仓等等，处理能力体现出一个交易者的水平，对吧？啊，那么这个单该怎么处理？昨天讲过，当大家不知道怎么去处理的时候，遵守你最开始下令的那个原则。比方说，我们如果是打算在这个地方止损，对吧？它又没有到止损，打算在这个地方第一目标止盈一部分，它又没有到第一目标，剩下该怎么做呢？就是等就可以了，不需要做任何太多的调整动作。OK，所以说像这种单啊。像瑞朗这种单啊，这种短线交易，日内的短线交易，能不能看到昨天往下去做空，最低还差一点点点到止盈，是吧？最高呢，差一点点给到止损，像这种情况就继续等就好了啊，不需要去在里面去来回的去平仓加仓啊，或者改方向啊，移动止损啊，不需要啊，等止盈，要这个单无非就两种结果，要不打掉止损，是吧？要不往下走，你就获利了结。OK，所以说剩下的来讲啊，我们不应该再去做太多的思考，有时候做交易的时候是这个样子，就你思考的越多。啊，对行情思考的越多，就不断的每天看，盯着电脑看，盯着屏幕看，你想的越多，这个交易会越走越复杂。
所以说有时候反倒对市场的看法单纯一点，或者刻意的去简化一些，反倒对你的交易会有好处啊。所以说我是在交易当中是极力反对盯盘的啊。大家有听过我的课都知道啊，我对各位交易者最大的一个建议就是不要盯盘。有同学说，那不盯盘你怎么做的好交易呢？不盯盘怎么做的好交易呢？那我请问你，交易跟盯盘有关系吗？市场是你盯着它，它就会往上走吗？市场是你盯着它，你做了空盯着它，它就会往下跑吗？请你回答这个问题。如果不是，那为什么要盯盘？告别盯盘啊，彻底告别盯盘，不要盯盘啊！我每天看盘的时间30分钟到1个小时，最多最多不会超过1个小时啊，而且是还很空的时候，就比较时间比较充裕的时候，我会去看一看。实在没什么事做，看一看，其他时间都不看，从来不看，啊，因为市场的走势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啊，但这是唯物论里面的观点啊，但是市场确实是这个样子，啊，当然，如果我们做交易做得比较久的，就是有一定的交易信仰之后呢，这个东西也不好说，为什么？因为如果去谈，这种盘感呢，或者是去谈这个市场的到底跟你的这个。心境有没有关系？那好像是完全没有关系，也不对啊。所以说，我们起码在刚开始阶段的时候，那我们不能太过于唯心主义来看待市场啊，认为我认为它涨啊，我就每天念它都会涨啊。所以说，对于市场的一个认知和理解啊，单纯一点，不要盯盘，因为盯盘只会让你交易变得更复杂，因为交易本来就是一个化繁为简的过程。那本来市场就已经很混乱了，你再把它做得更乱，每天看啊，这边你看。我光上面观测的品种就有多少个？就将近30到40个品种。那你每天看，它几乎要累死，那不如交给机器人去做呢，对不对？人工的优势就是在于能够克制和处理某些问题，对吧？特别是这个一些做到交易最后一些哲学上的一些东西，那就是机器人没办法完成的啊。它只能说去实现你的想法，但是它不能创造想法。OK 啊，所以说话题扯远了啊，我们再回过来。那么对于交易当中来讲，那请大家在听完课后回去反思一下，去复一下盘，哪些交易是你因为盯盘过多导致的过度思考所形成的一个错误的结果，产生了情绪化交易。那如果是的话，好好反思到底有没有问题，需不需要改正？OK，好。那么我刚才去让大家回答了一个简单的逻辑问题啊，盯盘并不能改变市场的走势，你的思想也不能影响市场。那么我们从现在开始就应该学会不盯盘。那问题是不盯盘怎么做交易呢？不盯盘怎么做交易呢？啊，我们有很多方法，我们学院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交易的系统，对不对？有1个小时的，有15分钟的，有30分钟的，有4小时的，有周线的，有日线的。那么如果大家时间比较充裕的话，那可以学习15分钟、30分钟、1小时甚至4小时的交易系统啊。这种交易系统呢，可以把你从每分每秒的盯盘的过程当中解脱出来，因为你只需要学习到某一个。我们来举个例子啊，我们来举个例子啊，这个比如说欧元，对吧？这是欧元对美元，好。欧元对美元，我们看到现在图上所展示的是一幅1小时的交易模板。那这个交易模板我们叫做佃农在田，叫做这个M 模板啊，叫做 M 模板。那 M 模板它的运用规则是什么呢？只会在1小时当中做交易，也就是说一天24小时啊，除开休息的时间8小时是吧？剩下的呢，一共还有14个小时，剩下的14个小时呢，每过1个小时看一次就可以。啊，当然这个频率对我来讲还是很高了啊。如果大家自己时间比较充裕的话啊，但是这个盯盘，此盯盘非彼盯盘啊。我刚才讲的盯盘是无时无刻啊，每分一秒这个在里面切换看啊，那种过度思考会导致你这个啊整个生活状态很不对劲啊。所以说我是极力反对的。但是有了系统之后就不一样了，因为有系统之后，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对不对？你会起码知道一点，哎，我现在看到的是什么？我需要做什么？接下来该怎么办？那做了之后呢？
怎么去处理，这些我都是有一个底，因为我了解系统，我在使用系统的时候，我知道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运作方式，我知道使用这个系统，我到底要达成什么样的目的，而不是因为盯盘去找交易做，而且错了啊，盯盘去找交易做那就错了啊，每天看看看看看看这些啊，透过来看，透过来看有没有机会呀，对吧？有没有支撑阻力呀，是吧？有没有吞没呀？有没有反转呢？那就糟了，那就糟糕了。所以说，学习一套系统的根本原因在于把自己从交易当中真正的解脱出来啊，这种解脱，它不单是对市场认知的一种合理的，它不单是对市场的这个认知，包括角度一种合理的交易安排，同时呢，也是对自己这种生活上面的一种解脱啊。因为有的同学很喜欢交易的，那就是几乎好像除了交易就没有生活了啊，什么都不爱做了，这个也不对。那当然，这种交易呢，也往往他也做得不太好啊。所以说，生活也没过好，交易也没做好。所以说，一定要学习一套交易系统啊，不光是1小时、30分钟、15分钟、4小时周线图、日线图，anyway，只要你学习一套交易系统，那么你就知道你什么时候该做什么就可以了啊。当你知道什么时候该做什么的时候，这个时候的盯盘，那我不这个不能叫盯盘，叫看了，对不对？因为有机会你就做嘛，看一看市场上有没有机会嘛，对不对？看我们的这个交易机会有没有到嘛，是吧？有没有到嘛，对不对？到了就进场了，没到就不就该干嘛干嘛去嘛，对不对？市场就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了。但是这个知道系统之后的看盘，与你不没有交易系统时候盯盘是天壤之别啊，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理解就不一样，对不对？程度也不一样，层次也不一样，格局和角度都会发生改变啊。所以说我今天想跟大家讲的就是说，从现在开始我要盯盘，盯盘是做不好交易的，而且我是特别讨厌盯盘，好吧，特别讨厌盯盘。OK 啊，那这个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啊，刚才有同学讲到说，老师怎么去做到1个月50%呢？你盯盘了吗？我没有盯盘，我跟大家讲过一天就1小时的时间，最多1小时，通常就是30分钟。我通常早上起来啊，我从早上起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看一下盘面啊，这盘货币先扫一下。黄金、白银啊，有些交叉盘会去扫一下，有机会就做，没机会就该干嘛干嘛去了，啊，然后把单子挂好，剩下就不管了，剩下就真的就不管了，也不会看了，OK 啊，但是挂单归挂单啊，止损还是要有的，因为当你不看盘的时候，市场当中可能会发生一些突然间发生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对吧？像黄金啊，黄金我们知道有很多人在，包括我自己啊，就是在某些。像1340啊这些地方都是有做空单的，包括在这个地方都有做空单的。但是呢，空单做的方向啊，做的方向当时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也有浮动盈利。但是最后呢，因为没有及时去处理啊，所以说黄金的这个单没有把它把握得太好啊，就是大部分利润是没有抓到的。但是呢，风险控制住了啊，就是没有因为黄金的上涨将空单变成一个无限扩大亏损的交易。所以说，不盯盘啊，一定要止损。所以说，这是我们在交易当中需要去掌握的基本的生存技巧。好，那1个月，1个月50%，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从这个系统上来看的话，大家可以看到我进场的，大家可以看到我进场的位置呢，几乎是在，基本上是在这个。进场的位置呢，基本上是在这个
OK，进场的位置呢，基本上是在这个交易系统啊所给到的一个具体的入场的区间啊，所以说这些地方对于交易的一个我们来看一下日线图，看一下日线图，看这比较干净一点的图。对于这个系统的入场位置，包括一些加仓的位置，大家可以比较清楚的看到啊，其实可以比较清楚的看到，它其实就是在这块区域，是吧？这块区域。那么我们如果把它切换到交易系统当中来看的话，其实在这块区域当中呢，我所指的一二三四。包括从这儿开始啊，因为这个地方是一个破位啊，趋势线的破位。从这儿开始，一共有一二三四五啊，一共有五个地方。那么交易当中的一些加码的位置啊，就是这五个地方，那几乎就是我们在欧元当中所看到的一个建仓、加仓和补仓的位置啊，一二三四五。所以说，我们从这个系统当中来看，其实交易的一个结果就一目了然，就为什么要这样子做。那交易的结果就一目了然，就为什么要这样子做，是吧？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去加仓？为什么这个地方可以加仓？因为它是系统当中所告诉、提示到投资人的，提示到每一个交易者的一个我们叫做交易信号。那其他的地方没有的时候就不做了，比如像这个地方这一块是吧？这块我不知道你们在去做交易的时候会不会经常碰到这样的问题，就是当你有一套系统或者没有系统的时候，是吧？这个行情看不懂，这个行情你不知道怎么去做，不知道怎么去做分析啊，不知道哪个地方下单的时候，这个时候会有的人做交易，他会有强迫症啊，这个强迫症就是在于每天必须进场，那不管怎么样有没有机会，这个行情那看不看得懂啊，每天必须进场啊，就是不进场心里不舒服啊，手痒，然后就在市场里面每天就倒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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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这样的同学啊，有这样的同学，当然这种现象不是不可以改变啊，因为我个人是比较极力反对，就是为了交易而做交易的啊，就为了交易而交易，我是极力反对的啊，在没有信号、没有规则、没有系统情况下去交易，这是不对的。那这种交易呢，最终会导致一个结果，就是如果你有风控还好啊，就是有风控，我讲就是单单会带止损，那可能赚赚亏亏，赚赚亏亏，会导致一个结果就是长期稳定亏损啊，长期稳定亏损。但是呢，这种长期稳定亏损，它是很容易变成长期稳定盈利的，因为这个稳定亏损、长期稳定亏损，它的有一个前提就是起码还在市场中生存啊，只不过是每天小亏一点，每天小亏一点。但是这个亏损，其实把它反过来想一下，如果累积成利润的话，其实就变成长期稳定盈利了，对不对？好，那个问题就是在于什么呢？这长期稳定亏损的人，他其实上是有系，他实际上是没系统，但是有止损。长期稳定亏损是有系统没止损，是没系统有止损，啊，知道风控，因为之前吃过亏，对不对？亏过几十万、几百万，啊，知道这个钱来之不易，啊，知道单单要设止损，以前可能是股票思维，对吧？买了就扛，抄底了就扛，扛不住了就爆仓，股票里面不会有爆仓，股票里面大不了扛个10年呗，对，总会回来的，对吧？中国通胀那么严重，对不对？每天的我们的这个每天的这个。货币啊，是在，这个在对内的购买力是在不断的减少，对不对？啊，总会有一天，这个货币会因为通胀和超发导致股市再次出现一轮牛市啊，这个股票迟早会扛回来，只要它不退市，而且中国的股票市场是没有退市机制的，是吧？所以说相对来讲啊，从这个层面上来理解的话啊，还是风险是比较小的，因为大不了就扛嘛，是吧？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这种思维不能用在交易外汇交易当中。为什么不能用在外汇交易当中？因为外汇交易当中的这个外汇交易当中的一个机制，它跟股市不一样的。因为股市它是不提供杠杆的，对吧？
啊，所以说美股它可能会有一些杠杆，但是我们中国的 A 股是不提供杠杆的，除非是融资融券啊，那个会有一些，包括一些配资会有些杠杆，但是通常在交易所里面去交易，它是银行是不会给你到杠杆的啊，这个券商是不会给你杠杆的，对不对？好，但是外汇市场不一样，外汇市场的杠杆是非常高的，为什么非常高呢？因为外汇的合约太大了，那一般的这个中产阶级家庭啊，或者是一些散户，那他根本没有办法去真正的买到一手啊，所以说这个呢，又加上外汇，它是一个非常流动性非常强的一个市场，所以说就有相应的一些交易的这个衍生品出来，那也同时也提供了高杠杆，方便了这个各种来自各个阶级的、来自各个国家、来自各个层级的这个人在市场中参与进来，同时也为市场提供了流动性。是吧？但是这种思维它不能用在外汇市场当中，因为它的高杠杆本质上就决定了一个你不能无限的去扛。那股票你可能有一天总会涨回来，外汇也是可能也会涨回来，但是由于杠杆的存在，那一旦你头寸控制不好的话，就有可能会面临非常大的风险，这个风险是爆仓的风险和大幅亏损的风险。所以说有系统有止损，没系统长期稳定亏损。好。这种人的比较好去转换过来，因为他只需要去匹配或者学习一套适合他自己的、他喜欢的或者是他用的比较顺手的交易系统，然后再加上他原来本身的风控方法，就可以改变这个、扭转这个格局。啊，最怕的就是那种没系统又没有止损的啊，没系统又没风控的，就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嘛，刚进入市场的，对吧？啊，曾经是大赚，啊，终有一天会大亏，然后呢就会。这个潜下心来学习，来研究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心态呀、技术啊，各个方面都会做一些这个思考和考量和考虑啊。这个是我们要去知道的一个基本的前提啊，基本的前提。好，那我们再来看到再来往后看啊，再来往后看，这个是欧元啊，欧元的方向不变，昨天还是讲到过这个。还是等吧，等这个底部的位置，看它破不破得下去。如果欧元往下破的话，如果欧元往下破的话啊，我会继续考虑去在日线级别上进行一个加码，好吧？这个地方往下破，那么我的加码单呢可能会执行在1.10之下，这一块附近是我去重点去会去加码的位置。如果这个地方一旦加成功的话，并且趋势继续往下走的话，那这个账户呢可能就是。会有非常大的一个涨幅啊，资金会有非常大的一个涨幅，这个是欧元当中大家需要去关注的一个交易机会。那么，看跌欧元的本质是来自于我对美元的多头的一个长期的观测与分析啊，包括对于买入美元的决策。其实从去年、从前年开始啊，从前年2017年开始，2017年年底、2018年到2019年的下半年的时候，那么对于美元的整体宏观的分析，我其实都是一个多头。那你们有听过这个，有听过之前有听过我写的文章，包括看的课、听课的时候都有去了解到，是吧？美元我一直以来是个大多头，所以说美元的多头在境内，就是我们大陆的这个投资人当中有两种方法去实现这样的资产的一个增值。第一呢是将本国的法币啊，就是人民币兑换成美元的资产，但是这个有一定的限制，对吧？这个。通道上的限制，还有资金限额上的限制啊，还有各种各样的限制，还有舆论上的限制，对不对啊？央行说这个中国央行啊，包括政府呢也发行了一些这个相关的规定啊，就是关于外汇方面的一些非法的这个行为啊。但是这个我们自己其实我们在市场当中投资了那么多年的，其实都知道是什么样的一个用意，对吧？好，那这是第一个。那第二种就是通过平台，就是我们现在所交易的平台啊，去进行这个做多美元的操作。那做多美元的操作就分为几类了。第一类是做空欧元了，就是做空与美元相背离的货币啊，或者负相关货币资产的一个投测，对吧？像比如说我们做空欧元啊，做空英镑，对不对？做空澳元，做空纽元，甚至是做空黄金啊，等等等等。系列的这个以美元多头头寸为主的交易方向的一个投资组合啊，这是两种方法啊，所以说我们目前来看最主要的
目前来看，最主要的一种方法是后者啊，因为前者的话，第一呢是需要资金量比较大，你说去银行换汇啊，换个1-2万块钱的没有任何意义，对不对？啊，所以说如果是资产净资产啊，有100到300万到500万的这个投资人啊，或者甚至更多的投资人可以考虑这条路啊，其他的就在市场中就不需要考虑了，我认为意义不是特别大。好，那么剩下的就是在。剩下的就是看啊，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下其他的各个品种，先扫一下，看一下今天的机会怎么样啊？今天早上是有一个今天早上是有一个交易的提醒，我有发到咱们的这个群里面啊，就是关于欧镑的一个多头，关于欧镑的一个多头。那么，欧镑的多头我们可以看到在天图当中啊，它还是一个明显的，在天图当中是一个明显的 uptrend 来往上走的，非常好，这个通道保持的非常完整啊，并没有因为这一轮在9.30就在0.93的一个向下的调整改变整体的大方向，多头还在往上走的，所以说呢，欧镑我个人的一个建议和参考。啊，欧镑，我个人的建议和参考，包括在1小时当中这个地方所形成的一个 cipher pattern。那么我们可以根据这个入场的形态和逻辑，技术面的入场形态和逻辑啊，再考虑去做多欧元兑英镑。做多欧元兑英镑啊，我们看一下这挂单的位置是在，0.913125，再往下来一点啊，就大概是在这个786的位置，0.913，0.91这个三啊，786区间，0.913吧，0.913，停损的话放在这个低点下面，没有必要再往下拉了，因为这个地方它如果真的要破下去的话，这肯定是止损是个大概率事件啊，所以说我个人认为，我个人认为止损放在这个低点下方就好了。啊，因为一小时图当中，其实30分钟来看啊，就是如果做周期做的比较短的话，或者用谐波用的比较熟练的话，其实30分钟当中来看，这个地方也是一个很好的入场位置，对吧？但是这种机会呢，你必须要去，又又又要去看到啊，看到并且挂单能准确的挂在0.9138，啊，看一下。能准确的挂在0.9138，那现在往下走，其实它是一个比较好的15分钟进场的机会，就是那种进场就平仓啊，进场就几乎可以平仓，因为现在来看的话，往下走已经基本上已经到达目标一的位置，是吧？我们用过用谐波用的比较少的都知道。OK，那往下再来一点，差不多这地方，啊，还往下走10个点左右就到达目标一的位置，所以说这是一个比较好的短线入场的做空的位置，但是如果从4小时来看的话啊。从1小时来看的话，这个地方的一个做多的位置呢，是把它放在这地方一个做多的位置呢，是把它放在0.91320附近，好吧，止损呢我们就给在前提就可以了。有人问到说止损为什么在这儿？为什么不往下再拉一点啊？因为往下再拉就是无效止损空间了。那我们只有把止损放得更小，才能去拿到更大的盈亏比。所以说，有时候去采取这种双底的入场，它可以帮助你去压缩止损的一个空间和位置。啊，0.91320挂单进场，啊，止损0.9071，是吧？0.9087目标我们看到，目标看到0.92219啊，差不多1:2的位置。那差不多1:2的位置，OK。好，这是欧镑的一个
今天的一个多单的交易位，交易区间啊，一个多单的交易区间。好，再来看一下，看一下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个短线交易机会啊？今天晚上能不能去做上那么一两单？A5 令啊，A5 令，冲得高啊！A5 令，先不管了，因为最近的一个整体的市场情绪好像又有所缓解啊，因为主要是川普说啊，川普发推特说跟中国的谈判代表啊，这个已经达成了某种妥协，将延迟对于中国关税的一个10%增加的一个政策啊。这种延迟呢，我们看到这是到今年10月份，其实一直在拖啊，从今年年初的时候就一直在拖，对吧？一直拖到10月份，那这种拖肯定一直会拖下去，一直会拖下去，对吧？双方都不愿意，就是在这种磋商和谈判当中去交换筹码，美国想要的是什么呢？美国想要的是更大的市场，因为美国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对吧？它的执政的合法性更多的是来自于对经济的一个发展，就是不光是你的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在执政的话，你如果经济搞不好，对不起，下去，对不对？那同样的呢，共产党的执政呢，也是来自于，因为它并非民选，那并非民选，它就一定会有一个合法性的来源。那共产党的合法性来源就是，2000年之后的改革开放，是吧？改革开放的发展呢，为中国的经济创造了一个奇迹，是吧？啊，所以说，当经济搞好的时候，大家都有饭吃，生活过得还不错，都消费得起，买得起车，买得起房的时候，就不会有想法，对不对？但是现在对于美国来讲啊，他所想要的就是想要更大的市场，这更大的市场就是因为他们的技术在美国国内或者在其他国家已经没有那么大的足够的市场容量来去消化他们的技术了。如果没有新的消费，没有新的需求的增加，那么美国的经济就很难搞起来，对不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越往后走，我们知道美国现在的一个美联储在加息，加息意味着货币政策在不断的收紧，货币政策收紧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会造成很多一些金融上的问题，比如说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它会因为资本外流，是吧？由于经济压力很大，而会出现一些。会产生一种联动效应，或者是连带效应，会引发金融危机。时间越紧，往后拖的话，金融危机发生的可能性会越大。那这个时候，美国就要去进一步考虑它的一个接下来。那如果是发生了类似08年的事件的时候，发生次贷海啸的话，如果下一次又是什么样的海啸的话，它怎么去在这个经济方面能损失更小啊？它急需去开阔市场。所以说，从美国的方面来考虑，它最核心的一个要点啊，最根本的一个东西就是需要中国政府做出更多的让步，这个让步就是主要是在经济上，但是为什么现在一直谈不下来呢？谈不下来的观点就是，你需要中国政府让步去打开经济市场，必定会导致一个结果，就是这个政策必定会导致一个结果，因为中国的经济是跟它的政治高度挂钩的，对吧？包括2000年之后呢，我们中国进入到改革开放的高速发展阶段，是吧？20多年腾飞到现在的经济的一个成果，它跟它的政治的扶持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中国跟美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完全不一样的，美国是以消费为主导来拉动经济增长的，中国的经济是以投资、政府投资为主导的。它很多国企的很多国营的资本、国企的一个国家的一个这个运作参与到这个市场当中来的。所以说，如果需要中国政府更加进一步的去开放市场的话，那必然会对政治的一个影响造成松动，那这是中国政府不肯让步的地方。那所以说两个人就形成了利益的冲突，就慢慢的谈，今天你让一点，明天我让一点，今天你让一点，明天我让一点，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说现在的情况就是到了2019年8月份双方就根本就还没有一个实质的进展。那么为什么这次中国能跟美国可以在这个方面去较劲？是因为目前来看，以中国的一个发展的速度，包括科技的发展的一个实力，包括国际的影响力，已经不再像10年之前了，已经大不同了。包括对亚太地区的控制，对亚太地区的这个影响，对吧？一带一路，还有这个亚投行，还有这个对这个东南亚地区的一些这个基建的
一些基建的改造，对吧？包括这个文化的影响、文明的影响等等等等，它的一个地位正在崛起，包括它可控制的资源，在这个比之前来讲要多得多，所以这个美国之间有谈判的筹码。啊，你要我开放市场可以，但是你也需要给到我更多的东西。那么中国政府对于美国这次贸易战当中，他想要得到的是什么呢？美国想要得到经济利益，对不对？中国是想要得到政治上的稳定，啊，所以说双方在这个方面是作为一个互相的一个交换，来作为一个谈判的筹码。所以说这个从结果上来看，不可能达成统一，那它必定会是导致了一个矛盾，那因为这是两个国家的一个根基所决定的。资本主义跟社会主义，它本身就是水火不相容的，对不对啊？所以说，最终这个结果啊，我相信它可能会成为下一轮的金融危机的一个导火索啊。所以说，目前来看的话，可能只是时间往后不断的在拖的问题。好，这是关于基本面上的我个人的一些主观的一些分析和看法啊。你们可以去作为一个简单的作为一个这个参考就可以了。好，那么回到交易上来，回到交易上来，股市从长期来看啊，从长期来看，中国的股市当然比美国的股市这个要有上涨的潜力，对不对？因为一个是已经很成熟的人了，一个还是在发育当中，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在发育当中，虽然说它的各个方面环境不太好，是吧？或者不太成熟，但是它毕竟有潜力嘛。对不对？一个成熟的人，他毕竟他有天花板了，对吧？他已经是一个相当成熟的资本市场了，他的发展的上限是有限的。那对于中国的 A 股来讲啊，它的发展潜力是要比美国要大的，包括这个再去进入到一些这个以后去啊，中国更加的开放资本市场的话，会有更多的这个国际资本去涌入到中国来。那所以说这些上市公司啊，包括这个未来发展的潜力还是挺大啊，所以说价值洼地还是有。你看现在我们上次谈到的茅台。对不对？谈到的茅台，谈到的恒瑞这些好的股票，其实换算成美元的话，其实一点都不贵呀、啊。看到茅台1000多、2000多，甚至会后来可能会3000多，3000多，大家就算它3000块钱换算成美元的话，其实还不到300啊，不到400啊，不到500块钱，这可能就400多美金。400多美金其实对于美国股票当中来讲，其实也不算特别贵，对不对？你像特斯拉1000多了，啊，像谷歌啊这些股票都贵，都是几千美金往上走的。啊，所以说中国的好的公司其实也很多的，但是现在来看的话，整体还是处在一个相对价格都是比较便宜的。当然，这个是比较长远的考虑了，就是未来以10年、20年的一个发展来看的话，但是短期来看的话，由于市场环境，短期来看的话，由于市场环境，还将包括一些政治的一些不确定性的波动，一些变化。就是我认为，目前的 A 股它不是一个特别好投资的一个，不是一个特别好入场的一个时间节点。啊，当然，如果你是要真的做很长线的话，无所谓啊，我就随时可以进。但是短期来的话啊，做美股不如做 A 股好。其实我们可以来对比一下这个近几年道琼斯跟上证 A50 啊，道琼斯跟上证 A50 的一个走势变化，我们就可以看到，其实这个差距是很明显的。啊，就是交易哪种是比较风险比较小的，或者它收益会更高的啊？交易哪种是风险比较大，收益会更低的？其实就一目了然了，这个我也不用再去多讲，是吧？大家都可以比较明确的看在眼里啊。所以说，这个是短期之内市场环境所决定的啊，短期的市场环境所决定的。好，这个就是关于这个就是关于。基本面上一些简单的一些个人的观点啊，再来看一下原油，油这个东西啊，它是大宗商品的一个大宗商品之王啊，因为油价的涨跌会影响到通胀啊，尤其是90年代的美国啊，就是基本上美国人恨死了啊，恨死这个原油了，对吧？因为当时原油的一个开采，包括它的一个进出口，都是掌握在中东人的手里。掌握在俄罗斯手里，是吧？但是后来随着美国人的技术啊，随着美国的一个技术的一个技术的革命啊，这个革命主要是页岩革命，是吧？随着页岩革命的一个到来，美国人他能够现在自主的开采属于美国人自己的石油，
这样子它就你原油涨，它也不会影响到它国家的一个消费。你原油跌，哎，那更开心，它直接从其他国家买，对不对？所以说，当油价国际油价跌的时候，对美国人的影响，哎，它可以缓解它的物价压力，它可以从其他国家来进口。当油价涨的时候，对不起，我可以出口原油，对吧？它的角色可以自由互换的一个变化，而且这种变化它是几乎都是从策略上来讲，几乎都是可以满足美国对于这个实际的商业利益的。那么所以说，我们看到原油真正的大牛市啊，原油真正的大牛市是在2008年啊，2008年之后，我们看到原油最低是从25。一路是飙到145啊！我们看到这个涨幅是非常可怕的，就是接近这个442.43的一个涨幅啊！这个是非常非常大的涨幅。但是从08年之后，我们看到发生金融危机，你看原油就直接下去了，发生金融危机，原油就直接下去了，就从145一直跌到了这个跌到了三十，最低是跌到了30美金一桶，对吧？跌到30美金，15年的时候又到了25。啊，最低到了25，走到前低这个地方，再一轮反弹上去，所以说油价再次去往上走到145，目前来看它不在这个市场环境当中，啊，因为现在属于美元的一个强势的周期，并且美元是在加息，而且现在由于世界上原油开采的存量的增加，啊，因为页岩它也是它比我们现在所加的这个油要好得多啊，我们现在去中国的这个市场中所加的油就是质量又不好。价格又贵，而且油价的还不是根据这个国际油价的变动而波动的，它是中石油和中石化完全控制的，主要想怎么调怎么调啊，它油还兑水了的，对不对？你在美国加一升油，可能会开一个月，但是在中国你可能开2个星期就差不多了啊，这油质量也不同，它价格也比较贵，但是从这个整体的一个石油的一个未来的走势来看的话，就当前的一个市场环境来看的话，油价肯定是起不来的。那如果是要大幅的飙，比如说飙到100多，不太现实啊。近2年的话，我个人的一个预估和预测的，可能就是在80到40左右啊，差不多40美金左右去震荡啊，80到40美金左右去震荡啊，这是长期的一个看法。那么真正如果油价要开始真正的开启一段牛市的话，那可能是在2003年，在美联储结束量化宽松，在美联储结束它的一个加息周期的时候，油价才会上去啊，因为油价对于美元来讲是非常非常敏感的，啊，美元的购买力强的话，油价肯定是起不来，一定是起不来，对不对？OK 啊，这个是关于原油的一个长期走势的一个判断。那么短期来看。啊，原油短期来看，我们从技术面上来去进行一个，从技术面上来去进行一个分析的话，那么它最近有是几个重要的压力位置啊。第一个是在，几个重要的压力位，第一个是在57啊，56到57，第二个是在60啊，这2个地方是一个原油最近来看的话，重中之重关注的一个压力位，也就是走到这块区间当中，我们需要去考虑的首先的一个交易方向是做空单，啊，做空单。目前来看是56.04，没有太好的交易位置啊，因为这个位置比较尴尬，它不是很高，那同时呢它也不低啊，所以说通常来讲会比较建议选择观望，啊，比较建议选择观望一些。好，再来看一下，啊，每日的空单继续持有啊，啊，每日我们昨天是有空单的啊，每日空单继续持有，计划不变，啊，再来看一下，纽约好像也没有太多好事好讲的啊。纽约它就没有太多好讲的，看一下，黄金，黄金价格还是在往上走，黄金的一个格局，它的一个目前还是在一个多头市场当中啊，黄金没有太好的顶部的迹象，这种顶部的迹象不是很明显。那我们如果要去看顶部的话，
首先，第一，你必须得去用更大周期当中来看。那比方说，黄金在这个是在18年的时候，是吧？18年黄金筑顶的时候，筑顶其实有一个特别明显的特征，就是行情在某一个价格多次测试上不去。那比方说，在这个水平区间啊，这是1340，多次测试上不去，一二三四五，破颈线下去，啊，这是一个顶部的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我们从现在来看黄金的话啊，从这个地方来看黄金的话，你看。对比18年这个头部的价格反应，那它其实就是并没有一个很直观的感觉说黄金在筑底，对吧？所以说，如果要去空黄金的话，如果要去大量的去空黄金的话，你必须得等待行情到达某一个价格，出现类似的一个反应，因为上不去，上不去，市场的大户或者是机构肯定会在某一个价格去频繁的平仓，而且会去骗什么呢？骗你买啊，那这。在1340的时候，价格在这块区间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1320到1340这块区间呢，明显的就很多上一眼的就是在骗啊，把你骗进去之后呢，它就开始机构就开始做空了。所以说，从目前来看的话，它还没有比较明显的一个就是骗又多的一个位置。那我们如果说的专业一点，就是又多，是吧？说的比较通俗一点，就是骗啊，就是骗你去买。目前来看还没有明显的诱多的迹象，所以说在这个地方来看的话，不排除会有继续上涨的一个基础啊可能性。所以说黄金，如果实在是想做空的话呢，不妨再等一等啊。总体来看的话，还是做多单往上的做会比较安全，就是逢低买会比较安全一些。我最近也是在等这个黄金往下有那么一个像样的回调啊。或者这个回调会比较大一点，那关键是现在黄金回调它的幅度也不够，这个位置不低，买的又感觉做的怪怪的，就是在1500之上去做多黄金，总感觉做的有点怪怪的，位置太高了，所以说呢，我个人的策略是会选择观望为主，好吧，观望为主。这地方也是一个斜坡形态啊，是在1527，但是这种做空的呢，难度要求比较大，啊，难度要求会高一点，所以说大家比较谨慎的去选择交易的位置和入场方向。好，再来看一下，再看一下那个插盘，看一下插盘货币今天有没有插盘货币今天有没有交易的机会？这种感觉不太好做啊。像欧系的话，感觉这种结构就不是很好，像不头部似像非像的啊。所以说我近一两个月是基本上是没怎么做交叉，主要是把核心放在直盘上再做。加日。啊，这个地方的已经过了，但是这个机会你看，棒家是有嵌套可以做的，棒家这个地方是有嵌套可以做的，这个位置过了，再进场就没有太大的意义了，如果位置比较差的话。现在进场没有太大意义了啊，因为真正的交易行情已经过去了，啊，没关系，再继续往下看吧。放瑞没有机会。
其实，当你用一个交易方法和系统用多了之后，其实第一眼啊，比较直观就能看到这个品种现在到底能不能做。哦哦。放牛啊。那人民币破七是一个很关键的信号啊！人民币破七，下一个目标就是八，那所以说大家要去做一些相关的准备啊。好的，再来看一下，交易系统能不能看一看？其实我们做根据 M 模板来做欧元的话，最近应该是比较好的选择。啊，就是没有太多可以争议的地方，包括这次如果再往上走的话，大概走到1.10附近的话，继续做空欧元，好吧？继续做空欧元，问题不大。啊，这边瑞朗如果是。看 M 模板的话，瑞朗其实是一个偏多的思路，啊，偏多的思路，看你取决什么系统吧。系统不要混着用啊。如果你是用比较喜欢做相对来讲的做周内的趋势的话，周内的短趋势的话，那你就用这个，用到一个模板就可以了。就是系统你不能交叉起来用。比如说一个系统是偏，比方说一个系统它是偏震荡的，是吧？喜欢在高低点去做交易的位置，一个交易系统，它会。提示到很多行情走到乖离很大的地方入场的信号，但如果你是一个比较偏趋势的系统，趋势系统很多时候它是不管高低的，因为趋势很多时候就是买在更高的位置，啊，它会去追涨杀跌的，啊，如果是下跌的话，啊，它会跌得越深，跌得越价格跌得越低，它会继续做空的，震荡就不一样，震荡是在低位它一定是会做多的，在高位它一定会往下做的。所以说，震荡趋势和震荡系统和趋势系统一定不能混起来用，在同一时间混起来用，要么就做震荡，要么就做趋势。啊，刚开始学习的话，我个人推荐是做往趋势先做趋势啊，因为趋势是最简单的，而且是最直观的。从这个系统一看就知道啊，做多点在哪儿，这地方可以做多，地方可以做多啊，可以做多。那再往后看，往后看的话呢，这方空空空。空空空空，那一二三四五，一直到这儿可能损一单啊，其他全是止盈的，对不对？所以说用系统做趋势是很直观的啊，也是胜率会比较高的一种交易方法。好，再来看一下那个黄金啊，再来看一下黄金。啊，黄金最近其实走的比较乱一点啊。黄金如果在前面这一段时间当中用 M 模板来做的话是非常舒服的啊，就是第一、二踩上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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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到这儿开始往下交叉了。但是这个有个问题，就是说黄金最近它的一个数轴啊，它的一个周数轴。目前来看是已经价格往下去跌破了这个周数轴，价格跌破周数轴反弹上去，在这个地方就有一些变数啊。这个变数就在于黄金，虽然说大体还是往上去看多的，但是呢，如果是根据系统来做的话，就必须严格要求按照系统的交易指示来去进场。现在来看呢，黄金是不能进多的啊，因为它不已经不在，它已经不并没有存在于周数轴线之上。当黄金不存在周数轴线之上，那个这个做多的方向就是有问题的。
啊，所以说这个系统就不能拿来做黄金的多单。当然，你说我有其他的系统是在这个地方买入黄金，可不可以呢？可以，但是你不要跟它混作来用，混起来用，啊，两个系统不要交叉起来用。好，最后一点时间，我再来看到看一下那个，看一下这个美股啊，看一下美股。美股的话，从现在的。美股的话，从现在的一个形势来讲的话，还是其实会偏震荡一些。包括最近的话啊，美股可能都是一个会继续在这个区间盘整，盘整的区间其实很容易去看出来。那大概是在26,120到24,000多。那这个区间大概可能会是美股的一个盘整的位置，所以说，今天如果这个地方上不去的话，那美股如果上不去的话，可能明天会我会建议大家在这个地方去做一些空单啊，可能会在这地方去做一些空，但是还等一等，我会比较谨慎的来去选择美股的一个做空的位置，来看一下1小时的一个道琼斯指数。啊，细心的投资人其实可以已经看到，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标准的蝴蝶形态啊，一个一二三四，对吧？一个一二三四，但目前来看也是正在啊，这个地方是正在呈一个头部。明天如果这个颈线上不去的话，明天如果这个颈线上不去的话，那我会考虑和建议你们在这个地方去继续做空单啊，往震荡往做，从高往下做。啊，今天先观测一下。先观测一下，不要急着进啊，不要急着进。好，那么今天的一个美盘的一个讲解啊，就到这儿。我们如果是有什么问题的话呢，我们在群里面再跟大家继续进行一个探讨，好吧？祝各位交易顺利，拜拜。